你有他的消息吗？你没找到他吗？他前几天已经出院了，但是我每天在他家等到很晚，他都没有回过家。可能已经被他妈妈带走了。那你有他现在电话号码吗？我打了很多次，他关机。那我先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。 张扬，你可以啊，怕什么？老校友好久不见，一起聊一聊啊。放开他！你别介意。 他就是那么一个人。你真的和他分手了？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过。你们男生是不是都这么没情没义的？信不信由你。我信不信没意义，关键是巴拉信不信。我真的很担心他，希望他没事。 如果你打动他的电话，或者是见到他，一定要帮我告诉他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只要他愿意，我可以和他一起去面对。来，喝点茶。我记得以前你特别喜欢喝普洱。 所以今天呢，我特意为你点了，是上好的普洱，里边还加了点菊花，来尝尝看。谢谢你这么用心。不过可能这些年在美国待久了，已经很久不喝这个茶了。倒是喜欢上了咖啡。服务员，麻烦来一杯 latte， 谢谢。 时光荏苒了，虽说过去了十多年，但是我们以前在一起的一些往事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们也像今天这样坐到一起，我当时特意为你点了咖啡，你跟我说你不喜欢喝咖啡，当时呢，我就非要你喝下去不可，结果。 你一口喝下去，差点没喷了出来。你还问我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又苦又涩的。是啊，不过人会变的。可是我觉得你一点都没有变，还是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。 蒋总真会夸人呢，别再夸我了，我可是会当真的。不过好在啊，我看你现在过得很好，我呢也就放心了。其实很多事情，你不说，连我自己都忘记了。人嘛，总要往前看。 老是缅怀过去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毕竟，20年前，你已经做了你的选择。谢谢。好了，咱不聊这些了。 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啊？到时候我开车送你们去机场吗？啊，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我坐大巴很方便的。你千万不要客气，我呢也刚好有点事要出去，顺路。真的不用麻烦。到时候你提前把时间告诉我就好了。嗯。好，那好吧。哦，对了。 我的女儿她一个人在酒店呢，我怕她又出什么幺蛾子，我还是先回去了。
谢谢你的茶和咖啡。不用，还是我请吧。哎，那不是你们家总监华吗？那女的是谁呀？Yes, okay. Don't worry about it. Yes, I will do it. Okay, bye. 你看看你，年纪轻轻的，皮肤这么干。来，敷个面膜。女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，知道吗？我要和你谈谈。谈什么？我们在医院不是都谈好了吗？还有一个，我走老太太怎么办？你还担心她呀？她少了你这个包袱和麻烦，她开心都来不及呢。我就问你，这么多年你给她寄过钱吗？不会吧？你还这么天真呢？我要是不给她寄钱，她早就把你扔到大街上去了。那好，你继续寄。凭什么？就凭他这么多年没让我流落街头，让我吃饱喝足，活到现在够不够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现在看我的眼神都是带刀的。我知道你觉得我这些年来，我这个当妈的是个无情无义的人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这些年在国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我差点死在外面，你知不知道？但我一点都不同情你，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。我说你这个孩子心肠怎么这么硬呢？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反正我告诉你，你想清楚了，我不会是个省油的灯。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就凭你，你没我，你行吗你？这么多年没你，我不也过来了？你才多大呀？你现在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，你能养活得了吗？如果你不想把他生下来受罪的话，你赶紧把他打掉。你说的对啊，就是因为我当年没把你打掉，我今天才要受这个罪。我跟你完全不一样，我已经是个大人了，我会为他负责一辈子，我不会让他受一丁点罪。我生你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想得如此美好，如此憧憬。可是现实呢？你凭什么养活他？哦，就凭你唱那几首歌就可以了？你醒醒吧你。反正我跟你讲，你要寄钱给奶奶，必须寄，不然我不会跟你走。好，我拜托你，有什么条件，现在一次都给我说出来。你一会儿一样的，我可受不了。现在没了，想到再跟你讲。还有这个，你留着自己用，我年轻用不着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来，坐好了，美女。来，别动，别动，下巴抬一点点啊、哦。头向左来一点点，头发向后撩一点点，把耳朵露出来。好嘞，准备了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师傅，停一下。算了，走吧。小豆，一定要等我。相信我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小豆，我是个逃兵，跟大
家说声再见的勇气都没有。我怕我会改变主意。我要给宝宝最好的生活，不能放弃这次机会。你原谅我。立德，真是麻烦你了。说哪话呀？你帮了我那么多，我照顾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你生病了，身边不能没人。燕儿呢？她放假了，帮我看店了。对你们父子，我真是亏欠的太多了。可惜。我的日子不多了，怕是还不上了。你别瞎说。小姨也不知道在哪儿。快过年了，她总不能一个人在外面过年吧？立德。哎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你说。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小姨？我把她电话给你。好，你先歇会儿吧，啊，躺下，慢点。是幻景的爱人？不，我是他朋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刘毅这阵子一直是你照顾。嗯，没关系。他的家人暂时都在外地，有什么事儿，你跟我说就行了。啊，那好。他的身体状况，我建议尽快做手术，拖得越久，越麻烦。我明白。谢谢你啊，医生。啊，不用谢。谢谢你啊，光平。关键时候啊，还是你们这些老同学够情义。好，好，你放心，这笔钱算我头上，到时候我一定还清。
哦，对了，我这两天可能要去趟上海，你把钱凑齐了，直接送到医院，他就可以做手术了。好，好，那先这样。好。这么早要去哪儿了？是，有点事儿。有事儿？去哪儿啊？有个朋友病了，我去看你。你是不是又去看他？他们家出了事儿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她老公被抓了，许姨又在上海，她一个人住院，没人照顾不行。她活该。燕儿，你不能这么说你妈。我什么时候承认她是我妈了？当初她抛夫弃子，改嫁有钱人，现在还要你去照顾她，为她到处借钱，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？小孩子懂什么呀？我怎么就不懂了？麻烦你了，来，咱们走吧。哎，爸，再见，国王，回家。你没听见啊？回家。巴拉，我们自己走吧。巴拉，巴拉，折腾折腾，你就不能不再无理取闹了吗？我无理取闹？我今天是亲眼看见你跟那个狐狸精在一块儿的，我怎么无理取闹了呀？说说你又来了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胡说了？我看那母女俩都快修炼成精了。哎，还有那个女儿，那女儿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我们两个，我们不就是出去找个地方喝了个咖啡，聊聊天，叙个旧什么？他又能怎么了你？叙个旧啊？你们俩叙个哪门子旧啊？啊？你是不是那么多年了，你一时就没有忘记过他？你还喜欢他是不是？我看你今天，就是疯了，是不是？什么？我是疯子？你再说一遍！我问你，到底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啊？你再说一遍，你我疯了还是你疯了啊？我看你就是个疯子！你敢打我你啊？你是不是想打死我好跟那个女人再续前缘是不是？啊！够了！我的人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爸。还有张漾，我妈说的对，他母女俩就是一对狐狸精。我就知道你那么聪明，以后啊赚的一定比我爸还多，到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对我好啊？张扬，你他妈骗我！你还是爱上了那个黎巴拉，黎巴拉，黎巴拉，我这辈子都跟他失不了你。行了，
还没睡啊？燕儿，你坐一下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说。你是不是特别恨你妈？你错了，她根本就不值得我恨。燕儿，你长大了，关于你妈妈的事儿，我应该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了。如果你听了，觉得能接受，以后就好好的对你妈。如果不能接受，我和你妈也不会怪你。要怪，就怪命运吧。其实，我和你妈，还有许叔叔，是中学同学。那个时候，我只是学校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，而你妈和许瑞阳却是大家公认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来了，两个人的婚事却得到了许瑞阳母亲的强力反对。谁呀？没，没谁。我进来，我进来。怎么了？这是？立德，你能娶我吗？孝顺的许瑞阳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尊重母亲的意愿。在这个小城，未婚先孕可是件大事。哎呀，我这大孙子啊，早产。这奶水可都供得上，姐姐，哎，多吃点啊，好歹孩子，谢谢妈，乖乖，别哭啊，别哭啊，乖，走走。生活算是这样定下来了，我爱美娟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儿。他保住了名声、工作和他不愿意放弃的孩子，我觉得值得。可惜，这样安稳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。哎，立德，之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你还有个这么阔绰的上海朋友啊？你说我刚才还在想呢，你说你现在你这体育老师的工作也做不了了。是不是能让你这个上海朋友帮忙你的心呀？啊！他来找你了。孩子睡着了。立德，谢谢你。美娟，别哭了，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，好吧？不，其实我早就知道。他的心从来都没有在我这里。啊！不，别哭了，怪你爹窝的，没妈了。
美娟和许瑞妍回了上海。一年以后，许姨出生。杨儿，其实这么多年，你妈每年都回来看你，但是碍于你奶奶，每次也都是匆匆见个面。你也知道，这些年我身体不好，你妈她明里暗里没少帮衬我们。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她对我们一直有牵挂，有爱。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医院里，许瑞阳又没放出来，许毅又不肯回家，于情于理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杨儿，我知道跟你说这些，你很难接受，确实很残酷。杨儿，但是有一点你要相信，我一直把你当作我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我恨他们，既然不能给我一个完整的家，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？他来开家长会的时候，看到我，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？我根本就不稀罕他的感情，我对他只有恨，无止境的恨。阿西怎么样？找到他了吗？哎呀，你说这个丫头跑到哪儿去了？我怎么就生了一个这么闹心的女儿啊？哎呀，你得给她几天时间，她需要消化一下。我还要去办点事情，你继续帮我找她，一有消息就马上告诉我啊。还有，你告诉她，我知道她恨我。我也觉得我对不住他，是我欠他的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弥补他。你一定要把这番话带给他，知道吗？小姨，我说几句实话行吗？嗯。这么多年你在外边的难处我知道，我也理解你，但是你不觉得你现在来说这番话晚了吗？巴拉从小没念过几天书，吃了不少苦。说心里话，我这个当表哥的都觉得挺对不起他的。你呢？你是他妈，他不是想要这孩子吗？你要是听我的，
你就成全他，你把这孩子养大，他一定会感激你的。我需要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。在想你，你就出现了。你想我什么？想你所有的好。我一点也不好，都没有办法让你幸福。我一直在找你，去了医院，去了你家，你都不在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？丽儿告诉我的。我本来真的要走了，但还是觉得应该再来这里看一眼。别走，好不好？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但是现在你在我身边，我很安心。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好想有个家。我们一起回北京，我一边读书，一边打工，我要养你。还有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好恶心啊！好恶心啊！
老太太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早睡早起才能身体好。你不是去美国了吗？我不去美国了，还是祖国好，我要去北京。你随便吧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反正都留不住。老太太，你可得等着我啊，东挣够了钱带你一块儿去北京。看你脑袋真是有毛病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真跟你照不了这急。冰箱里有鸡蛋和葱，饭在锅里，晚上别吃太多，对胃不好。你可得好好的，等着我啊，跟我一块儿去北京啊。样，他睡着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我发现你啊，错的都是同一种类型的题目。只要找到规律，不难找到答案。你有许毅的消息吗？他今年是不是不回来过年了？说是不回来了吧？为我爱的人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，在乎的人都不想受罪，谁对谁？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。我就是喜欢这么着，我乐意。认怂了。这不叫认怂，这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这叫祝他幸福。两个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才幸福，而你这叫什么？你这叫只有心碎的份。你拉倒吧！哎呦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一定被张漾伤的踩得快成粉末了吧？啊！我是被张扬伤碎的心，但至少我看清楚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而你呢，还像个傻子一样祝福李巴拉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看看这个，全天下的女人在张扬眼里都是一样的，没什么不同。我很庆幸我自己看清楚了这一点，而你呢，还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。我黑人不打女人，主要现在赶紧迅速滚远一点。看完这个，我等你在我面前跪着谢我。得嘞，看完他啊。好。我付出一切。那个，哎，你唱个香奈儿，哎。不是都说了吗，巴拉婊子。
不是都说了吗？巴拉婊子